会煮饭的安迪变成一个两个曲风的安迪，一看就是某曲反面，所以才会弹上来。哇，气某气哦！哎，没有颜色，整上。报告，现在我去着我姐姐家，她特地叫我不要吃午餐过去的，因为她讲她要煮饭给我吃。我姐姐不会煮饭，她突然间要煮饭给我吃，吓到我耶。我听我姐夫讲啊，是我姐姐买了一台 AI 自动煮饭机回家，然后很高科技的，然后你不用人手煮，你不会弄到全身油盐，然后煮出来哦，那个麦香哦，好像米其林七星这样 standard 的，而且她讲保证一定好吃的。其实我自己最近也是有想要买一台料理机啦，但是因为料理机价钱都不便宜的，所以这次就刚好去看看他那台到底好不好用。到了 ，Hello， 哇，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哎，像小家罢了哎，我以为 AI 自动煮饭机就是很像有 robot 一个手这样子帮你炒菜这样子，这么你为什么买这个？我看它很美嘛，然后价钱又不是讲很贵，况且我不会煮饭。他想请我们来吃饭哦，他想要煮给我们吃哦，这个。可以煮什么东西？那你看它这边有 main course， 有 appetizer， 有 soup， 只要把你的材料准备好，全部丢进去就可以了。我记得煮饭机 touch screen 的好像是很贵的，好像盖一番都是可以耶。哇，很多很多很多！你看这边有很多国家可以选的，比如说我按 Thailand 哦，它出去的 menu 哦就变成泰国的 menu 了。有些 according to 我姐姐呢，这一家机它是可以做到焖、炖、炒、蒸、绞肉、做面团、打就刨冰都可以的，就是很厉害的。它可以把一个不会煮饭的安迪变成一个两个曲风的安迪。今天我姐姐讲还要煮三道菜给我吃，还要是跨国际的。但是我姐姐在准备食材，我先看一下有什么不同的特别的功能。它其实呢是连 WiFi 用的，所以连了 WiFi 之后，它每个礼拜都会有更新新的 recipe， 所以就会越来越多。因为我看过人家那种煮饭机啊，它的 recipe 是要给钱买，要 subscribe 的，每个月这样子给的。但是它这个是免费的。然后它这边是可以 set 语言的，中文、英文、日文。法文什么都可以，然后它有 video 教学的，一步一步这样教你怎样去煮。哎，我第一道菜，火山排骨。我直接跟我讲，这个机器是有洗漏功能的，就是直接在里面就可以洗啊，我不用自己洗。那我们就把水放到 1.5 里的水盖过那个肉就可以了。阿姐，你很像美食节目哦。我发现它下面这边也稳，它有那个 suction cup 哦，它吸着下面不会动了，很稳，小朋友也推不动。然后我们就大概 set 5分钟这样子，50度就 on start。 哦，关起来，关起来。50度洗肉是有根据的，就是哦，可以把那个肉的那个毛孔打开，然后水就可以渗透进去，就洗到更干净，是不是很厉害呢？你看，洗完全部那些肉的油脂出完来了，50度洗哦，所以它现在是热的，我摸 ，and then 它有点熟熟底啊，半熟半熟这样，一流就是它了。哎，它这边一丢下去，这边就实时看多少 gram 了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放水喽。我就跟着它了，放 soy sauce 30，它会自动帮我量的。鱼露很香。所以什么都一定要先锁起来。对了，在等待的当儿，我们去看我姐姐新买的兔子，叫多多。Hello， 多多。多多来，多多。哦，哇，一叫就来哦。来。哇、哦，很可爱呀，你看它会这样子。多多。哇，很紧耶，有名字，有 birthday 的哦，很夸张。哇，有油脂了。有没有觉得我姐姐做东西是 slow mo？一看就是某局反面，所以才会弹上来。不用切的吗？不用啊，他会跟我切的。哦，这样快啊！大概手一秒两秒就已经切好了。我们的排骨没有不够大，我们下次买长一点的就 OK 了，应该。我们买到小了，哇，很美耶！哎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得着，得着，得着。泰式火山排骨来了，我吃看传说中的，不懂是不是那回事的东西。好像很冷了，我觉得很软了那个肉。很久没的感觉。可是它的sauce很好吃，不过它的sauce很粘。我看我看，很懂，吃看吃看吃看。哇，那么软呢？我在泰国吃吗？第二道菜，槟城辣炒。
我宣布我们的火山排骨是很成功的，我吃很多狗了。然后现在我们家准备第二道菜了。我刚才发现有一个功能，就是它可以 clean mixing bowl， 就是在我准备下一道菜之前，它可以自己洗自己。add 一个 liter 的水，然后放一点点洗碗液，然后就洗就可以了。OK。哦，开始洗了。OK， 洗好了。我帮我这么这边，好像做蛋糕这样，拿水冲一冲就干净了。OK， 我们接下来的第二道菜做 Penang Laksa。我们的 recipe Penang Laksa 55分钟可以吃两个人。Wow. 我们的材料 ，OK， 准备妥当。那么奶粉都有啊。OK。OK， 他现在开始，他就会帮我 blend， 搞定。哇，海鲜汤啊！海鲜汤加放糖。这个凉气呢，是他们买来的时候就给了，所以我就不用自己凉哦。它其实整个过程是很简单，就是把料全部丢完下去，然后按 button， 所以我们现在就等20分钟，它在熬那个汤，然后最后就放面，那个好精正的拉沙就出现了啦。哇，用了巴沙马兰白当的拉沙当的味道，很像，很像。这个机器啊，让我真的很有信心煮东西啊。谁会想到得空没事会在家煮拉沙？你以为我是摆档的吗？我真是没有想过哎。它的配件里面拿到了，可以割面。OK， 面搞定。哦哇。Onion。哇，起毛起哦。哎，没有颜色。哇。完成了，比的拉沙。有点太酸了，很辣。哦，好吃。也太水哦。水。哇，我觉得很辣哦。没啊。没啊，哦。辣沙就是爱够水够辣嘛。啊。哎呀，个厨房出得厅堂了。可以可以。北马人来验证一下。今天最有资格讲话的人，北马人。有少少过辣啦。他就少了那个啊虾膏的臭味。麻烦帮我提一下，醒神。OK 了。太好吃了，给多一次机会你。哇，很好吃哎。嗯，对呀、啊。第三道菜，黄鱼虾炒饭。第三道菜，炒饭。炒饭是很难的，因为你要有锅黑。但是我们试试看，因为我肚子饿了，我想要吃一个有饭的东西，因为我是个饭桶。这边要放的东西就是洋葱，然后青椒，然后油。爆香，对，爆香。这样温柔的，我用它会粉很够力了。没有嘛，因为它这边都已经写明了，它在用1度的速度。对，逆时转呢，就是用刀背去转呢，就不会伤到食材。对，我这个是黄鲤虾炒饭，豪华的，看我虾几大字，哦，美的，早上买的。这个饭是精髓啊，各位，炒饭精髓，隔夜饭，昨天留到今天的。它就是在搅，炒来炒去，炒来炒去嘛。味道很香，可是看起来是不是这样的那一块？是哦。然后这样的话，就现在你只要跟着它 step 下完那个料出来，就是一碟炒饭了。嗯。又可以开档了。我觉得它的饭有点少嘞，我要自己手动调一下，最高。最高啦。最高180度啊。麦香是 OK 的，很像餐厅煮的这样，我觉得。泰式是这样的味道的，嗯，怎么感受？可能我们买的白波偏甜，喜欢白波要够酸。哦，少了灵魂。泰式炒饭，酱，有那个味道了，啊、有那个感觉了，有泰国的感觉了。泰式酱是不是很重要？果然是酱的问题。老实讲，这一台我真的是觉得很适合不会煮饭的人，就好像我，他给了我一种信心哦，觉得哎，我好像突然可以煮那一道菜啊。平时如果阿 Ken 不在的话，我就是吃面包啊，不然就是喝茶这样子，估计就是一个人住就会饿死那种，不然就是打包叫外卖这样子啊。有了他的感觉，就好像有了一个男朋友的样子，但是他比男朋友还好一点，因为男朋友会出门，他不会出门。当然，那对一些厉害煮饭的人来讲呢，其实也可以算是打开一个厨艺新世界，因为毕竟你每一天都要煮饭，然后你每一天都要绞尽脑汁想今天要煮什么菜，不会被嫌弃的话呢，你就可以用它来给你一些idea， 就煮更好吃的东西这样子，因为每天想煮什么是很辛苦的。
而且我真的觉得它的 menu 多到很夸张，什么国家都有。有一天半夜你突然想吃小龙虾，你就可以煮小龙虾。然后重点，它的步骤全部是清清楚楚的，然后也容易洗，然后煮出来味道也是好吃的。你看家里人都吃到点头了。最厉害的时候，它是 twenty one in one， 就是21合1。基本上一台机器就可以取代到完你平时日常会用到的工具。它还有一个蒸笼的，但是我们还没有 demo 到啦，放在上面就可以蒸东西，而且是同时间进行的。这样多少钱呢？我开局已经问我姐姐了啦，4009。比起外面的一些煮饭机，我觉得它价钱是算比较便宜啊，而且它的实用性也高，性价比是 OK 的。好了，今天的烧厨房就到这边了，不懂下次还有没有机会拍煮饭给你们看呢、啊？看下多不多人留言 support 一下我先，如果有 support 的话。我就有动力。那这台机器呢，它全名呢叫做 Dokit Omni Cook Lazada， 上面可以买到， online 买其实也不用怕啦，是 warranty 那些全部都有的，所以你们可以放心去买。我就把那个 link 放在 caption 那边，你们自己点进去，有兴趣的话啦。 OK，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最后甜品来个果汁，我的 carrot juice， 一滴都用，还可以打 juice。